2024运动篇，腿部后弯训练。下面分享腿部的练习和后弯的练习。我们脚分开，把肋骨退回来，胸腔和盆腔是在一个垂直线上，尾骨卷尺骨上提，这样大腿肌肉就容易上提，膝盖骨上提，臀肌收紧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慢慢的手去找地板，找不着地就扶腿或者扶一个凳子，然后肩胛骨往前包裹，在这儿保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，别憋气，呼吸啊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做个侧弓步，弯曲一边的膝盖，另外一个脚脚尖朝上，这个肘关节把旁边的膝盖向外推，一二三四，反面，五六七八，朝这边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换三二三四，肘关节记得往外推，这个膝盖，五六卷尾骨收肋骨啊，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下一个双手足，然后两个膝盖往外分，一二三四五，卷尾骨收肋骨，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身体侧过来，弓步慢慢向前，体会胯根的这个大腿面舒展，一二三四，然后侧胯，然后腿后侧的舒展，不要翘臀，要收着肋骨，弓背，五六七八，然后再继续沉胯，二二三四，弓背收肋骨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，这肋骨往回收，弓背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往下沉，膝盖落地，也可以手触地，左手转右脚，左右这样晃一晃，一二，也可以胳膊肘放地上，三四五六，也可以不动，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向回退，髋关节向后，注意两个臀都是平的，保持收肋骨，弓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别憋气，二二三四，呼吸自如，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鸽子式，这脚也可以45度，也可以这脚到90度，那重点是肋骨收回来，弓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脚心是朝旁，不能朝上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慢慢收回，双手触地。这样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旁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胳膊肘落地，这样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手拄着收膝盖，一腹肌，三四五六七八收腹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脚心对脚心。双手扶着脚，然后膝盖往下颤一颤，肋骨退到骨盆的上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，高一点没关系，五、六，再高一点也没关系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弓背着肋骨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反念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腿后侧得到舒展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收肋骨，六、臀肌收紧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各姿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九十度都可以，四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左腿踢一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收腹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也可以低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，在这儿也行，五、六、七。旁边也可以逼的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也可以搞的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两脚踩地，手指尖朝后。把髋关节推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慢慢跺，换个手，手指尖朝后，把髋关节推起来，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慢慢落。我们躺下来，头顶地，手放在这儿。一、二，呼吸。三、四，呼吸自由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OK， 推起来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慢慢一点点落，收膝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伸直腿，双手放，弓背收肋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拖着脚转脚腕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抓着脚趾头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往回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往回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个脚，拖着脚，这个手抓脚趾头，转脚腕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反面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换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膝关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向外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向里转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换个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向外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向里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样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辛苦了。